疗愈是一列之花是分手。受到寒潮天气的影响，上周我们经历了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周。好冷啊，宝贝，我冷。我才不怕冷呢。结账是得神操作，你学废了吗？哎，宝贝，我想买这个。由不得你了。三宝贝156。确定要删除吗？当女友来姨妈时，来姨妈的时候太难受了。要不我就痛死算了吧？年纪这么轻轻的，就要被姨妈折磨死了。人呢？该不会这个家里都没人吧？每次来姨妈的时候，你就只会给我喝温水。当女友要我帮她背包包。哎，宝贝宝贝，我这个包包太重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吗？好啊，你就叫我背包包。当女友要挖我，哎，我想要这个黄色的史迪仔，你帮我加。啊，好，那我。哎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左边点，左边点，哎，努力的，哎，哎呀，我就想要那个黄色的史迪仔，你都夹半天，你都夹不到了，都花了多少钱了？Slip out of your wrapper. I want to. Ooh. I've got a butter finger. I wanna slip to you.